好，嚟緊呢首歌咧係一首原創嘅歌嚟嘅，咁就係 Kenji 寫歌，唔係寫曲啦，跟住佢朋友填詞嘅，咁呢首歌咧係送俾媽媽嘅，咁講下嘢先，個個都講嘢，咁我記得喺Con U 嘅時候咧，升 Con 嘅時候咧，咁阿 J 咧就嚟睇咯喎。因為咧，佢頭先咧好 enjoy 喺度睇嗰啲 Ada 嘅時候咧，個樣係嗰啲即係好陶醉嗰啲樣。咁我諗翻起嗰陣時，我又好緊張，手震震咁樣喺度唱緊歌。咁冇幾耐，佢就話：，你想唔想入 JM Music 啊？咁樣我話：，梗係好啦。咁樣，咁就慢慢一步一步到而家，由手震震嘅我啦，去到只是唱歌，但又會甩 beat 啦，跟住而家又會講下嘢啦，仲會望下觀眾。咁呢一步一步咧，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多謝佢哋咧每一個人嘅。咁因為咧，佢哋每人俾我嘅學到嘅嘢都唔同，佢哋不知不覺咁樣教咗我好多嘢，其實。令到今日個主題係蜕變，咁蜕變個過程其實係一個成長過程，我覺得我自己成長咗好多，所以好多謝佢哋。對不起，我太淘氣，每天都要你鈴記。不小心將媽媽的心機當成廢物跌滿一地，放於抽屉那日記，沒有一點關於你。你細看嘆嘆氣，默默地去為我們祈求運氣。那次我在意你，連我看風景像。精品禮物卻沒贈送給你，難道要打開媽媽手中筆記，才明白她心中所想的真理？陪伴著她有你給她的短信，獨個晚餐她天天給你寫信，原來我不敢要珍惜這福氣，藏在內心的心意請接受，更痛惜你。自從明日起，將這愛意畫進日記。
上嚟嘅。